射中的车一死，吴侯楚王之兵统领40万人马，一军扫兵行马。内侍一日三官，中将官有受。那你快写上退兵之策，与孤分忧才是啊！老人哪有退兵之计哟？大王，臣到与儿茶。王爷卿，快快讲来。大王，出城八位里将三官一拨难。Ha ha ha!
我看起金屋他翻他翻请把银钱问天机老鲁为朝来了。
我是叶堂的李爱卿。臣在。哀家与灭亲一父，明明实实送往楚军大营，请母亲二少前来封当进城，探亲发迹，生气随着哀家开城向你参命子。王爱卿，放胆！明明带兵有回，进城攻门。停止。Thank you.
把江山轻盈抛弃，何以酒剑千心望啊？
阴心呀，哎呦，一年不如他荒唐，不给天心阴差也飘在你旁。要破粗鄙，倒也不难。
莫非相府已有退兵之策？老臣虽有退兵之策，只恐大王不肯听我。哎呀呀呀，老相府啊，你当年是王托孤之从，快快献上退兵之策，与孤分忧才是啊。大王上要破敌而报，须以老臣三千大日。谁能从我设计？莫说三千，就是三十千、三百千，不都千千亿的。我帮你这第一件，天意转三连兵，即修七则归降，请大王速速传旨，命他二人恢复原阵，立定秦王。一的，一的。那第二件呢？兵民们集中心，必须先斩下金兵。斩下金兵吗？虽我忠心，草乱草高，还是娘娘引来出兵。这下金兵乃是罪魁祸首。好，老相爷，那第三件呢？行放野人刮痧出征。野人？齐国还有这样的野人？这个野人身同文韬武略，与钟离娘娘一般无害。只恐大王心不诚，意不坚，他不肯撤来。哎呀，老乡，齐国危在旦夕，不枉我哪里为心不诚，意不坚啊！老相啊，你快快传旨，率朝迎人。那，大王万岁，心存一计，得得迎人，怎么可以是自取嘛？哎呀，老相啊，你叫我是何才是啊？要大王把三者设成心存一，听取恳请。老乡，那野人竟在哪里？应去江城。江城，好啊！相府先插不一云，烧开谁用西才行啊？同去江城，臣真是回去来陪他。大王，你莫别放弃我，老相母亲。怎么进宫的？是为公公从后宫带进来的。下去，多谢娘娘。
即可安放定国，你快领孤王前去见来吧。燕人，是啊，我为救燕人，他来塞城的呀。哼，大王你放什么燕人来塞城？小姐娘娘放燕人。谁不信，刀子了江山是谁还？
见证，怎奈太上众人不解。啊，英雄，哪善众人不解啊？一不见宦化你失之毒，二不见替身产业之贵，三不见王恩切你之身。还好用过一片诚心，用过一金才是啊。大王，你一定要见，一定要见的。有这个眼人不堪见一面。这，父王我就在这里，不醉了。我就虚而一时，三十不见。我就虚而三十。要是一月不见你，一月啊，一月啊，一月不见，那楚国早就破了金阵，我就死在这里了。那好，这里试一试看望情况。我爱江山爱父老，孤身无求修刀枪，风云乍变空余恨，谁保落得英雄王。哦，老夫倒要不错。
想想想想得很哦，啊，自是娘娘她已经死了，不得自痛啊。江山已归楚王所有了，十四五者为君也，你当快快的安可鸟你们的事，你这奸臣，大也无用了，与我滚！是，大王。老臣官路发了，要顺陪同到那包去叙叙灾来，到那包去叙叙灾来。Yeah, boy! Hey!
西出烈一口高声明，照了道兵台万数，乃与的弟子快轻功迈入下落宫宫里，今日不若转入七堂啊，就自动为国挂上破铁兵，开宗庙，开门列亭，外快夫妻结发亲。Yeah.
家嫂，一张张，一姐姐，张张姐姐，都是不得了。
问我呢。啊，到家村放什么野人去了啊？什么野人？原杀不必惊讶，我一定亡魂再杀去了，岂有杀进过啊？娘娘，娘娘，大路上来了一队人马，逼奔过来，一刀成逼了。听说亡魂擒了魂王归朝来了。我有作为不正确，总监官有，你可以放这。哎呦！Thank you.
要将你在沙场列雪，金鹰领。